你刚要哪一件？哪一件？那件是你的吗？好像是哟。我好爱哦，彩虹的。第一次来这边有什么感觉？对，很有趣，很开心。很特别耶。多讲一点了吗？我每次都是只有路过，今天终于进来了。路过就铺子拜拜了。终于终于路过就知道，阿妈看的讯息在这里。我们嘉义有最厉害的登山老师，但是你现在已经不是嘉义，你现在是全台湾全部。我卡早跳舞的，叫我试试看去，卡港手的。今麦跨步都袂晓啊！不是他，我手上出事了，他刚刚故意跳舞啊！为什么？现在我身边有几个人，我们都得在乎他的感受啊，包括我们美丽的化妆师。我跟你讲，我的血脉叮当，阿伯也用过，用过。不要紧，我就恨呐、当初就是没有娶她。我跟你讲，要不然我今晚好鬼啊！我跟你讲，再上王者。长的啊，长的可以。哀怨的眼神，哎，对对，你是虎牙狼。哎呦！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